鼓动前能再现阎锡坊，应用非洲古乐，鼓动前能击出九式。第二是崩悲，右手击打鼓的中央一次，产生低音崩，左手和手击打鼓的左边一次，产生中音悲。练习一，我们一起击打四次，一边击打一边唱出来。蹦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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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练习二，击打两次慢，四次快。蹦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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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重复四次，一边击打一边唱出来。预备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练习三，右手击打鼓的中央一次。产生低音崩，左手和手击打鼓的左边一次，产生中音悲，右手击打鼓的中央一次，产生低音崩，左手开手击打鼓的左边一次，产生高音八。练习四，一次慢，两次快。来，我们一起练习一次。预备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练习五，歌曲《哇哇哇》是一首呼应歌曲，《哇哇》是对、好、是的意思，带领者唱完一句后，全体回应哇哇哇，双手合手同时击打鼓边。试完，谢谢大家。请加我们微信公众号吉良老师微信，点赞我们的腾讯视频，获取更多教材。